魔晶校尉有呢？魔晶校尉，何则生？分得死。翻开大幕，必须在地宫墓室的东南角点上一支蜡烛，方可开关魔晶。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魔晶校尉的手段。 老子叫王凯旋，鸡鸣灯灭布魔晶，撤手！我们已经来到生死的边界，魔晶三人合体，怎么也得十万美刀啊！ 分金看缠山，一重缠是一重关，关门如有八重险，不出阴阳八卦行。这才是正宗的摸金范儿啊！